我今天就把徐小白带来了，不是啊，那是我的徐小白。我在拍戏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他的一个好可怕演员，讲什么？他演员以外的才华，什么？他竟然以前在民歌打工过，他竟然会弹吉他，他竟然也有一副好歌喉。然后因为我那段时间就在练吉他，然后刚好那时候在写了一首、歌给爸爸叫《把郎》哎，我就突然把谱丢给他，就叫他弹，他就马上弹了。所以我今天就把徐小白带来了。不是啊，为什么没有这一趴呢？为什么我不知道呢？听说今天有五场记者会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媒体朋友一个可爱的、别人都没有的独家、大独家。我来直接下吗？你可以。哎呦，可以什么？哇塞！笑眯眯，叫阮放心去。我知影你不甘阮离开。你讲全世界阮上可爱、上水，点点阮白菜的人，不甘阮。请你着爱照顾你家己。我知影你不甘阮离开，你讲人生无圆满，哪有滋味？半好半歹拢是滋味。今仔日你牵阮的手，你疼阮的心，我拢知影。是别人的，免烦恼伤心话，我永远是你的，是你的宝贝。你若知，我牵你的手，我疼你的心，予你知影，阮不是别人的，免感觉会歹势。我永远是你的，是你的心肝宝贝。掌声鼓励！被演员被演员耽误的歌手啊，满身汗。